谁跟你没说国产的手机不行？还有微信，哎，来电话了，还有移动光标。这个封口器也太神奇了吧，竟然能滴水不漏的把装水的袋子切开，而且装上电池就能用了。吃不完的薯片可以先封起来，保持脆脆的口感。一次性吃太多零食怕变胖也可以先封起来，简直就是吃货们的福利啊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，普通家庭的孩子买不起。听说现在有钱人都用这个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我也想要，哇哦！Okay, let's go.最近降温了，被子怎么都捂不严实。我买了这个可以穿在身上的被子，天冷的时候坐在被窝里看书玩手机的时候，手臂和脖子再也不冷了，穿着睡觉晚上怎么折腾也不怕感冒了，折起来还能当做抱枕用，给孩子也买了一床写作业。送大家每人一瓶酒。我在学习酿酒的时候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工作是水，生活是酒，水会决定酒的品质，但生活要过得像酒一样，不能像水一样很难有味道。祝愿大家认真生活，快乐工作，把幸